蟹的 chips， 都没有吃过，很大包，这里面好像很多表情。还有懒人锅，就是饭来的，茄干小炒肉煲仔饭。然后这是该晚餐的，虽然没吃，这是 Poppy。这是那新娘大主厨吴秉承师傅推荐的这个油泼辣子擀面，这样，奶茶，下完杯就可以收起来了。